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目前哈要看的是第九单元。那一样哈，我们先来听一下听力啊。9. Where have all the bees gone? Honeybees visit over 2 million flowers just to make a half kilogram jar of honey. While making honey, they also help produce many of the foods we eat.好，各位呢，我们这一篇呢要讲的是跟那个蜜蜂有关系哈。那这个蜜蜂，好，那这篇文章哈，当然跟蜜蜂有关系。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那个文章里面的那个句子哈。他说 ，honeybees 啊，这个就是蜜蜂的意思啊。他说 ，visit over 2 million flowers 啊，就是他会拜访哈。visit 这个单字没有问题的哈，它就是拜访的意思。他会拜访超过哈 ，over 这个字它有超过的意思，超过 million 是百万哈，200万 flowers 这个字是花朵啊，拜访超过200万的花朵。Just to 啊，只是为了要干嘛呢？哈，只是为了要 make 是制造 half kilogram 这个字是公斤 ，half 是一半啊，一公斤的一半哈，就是半斤。半公斤 jar 这个字指的是一罐啊，只是为了要做出半公斤啊，一罐半公斤的蜂蜜而已哈，所以算蛮辛苦的啦哈。200万朵花只能够做出0.5公斤这个大小的罐子的那个蜂蜜啊。While 然而哈，这个 while 这个在做蜂蜜哈 ，they also 那 while 这个字是同时啊，同时之间在做蜂蜜的时候哈，所以这边有一跟二，在一做蜂蜜哈，二在 also 各位我们看到了哈。Also， 他们也会干嘛呢？也会帮助 produce 这个单字哈，叫做制造。那这个单字等一下稍微做一下补充哈。他们同时之间也会制造许多的食物。各位，那是什么食物哈？各位这边要把它圈起来。Food 后面你有看到主词动词啊？一个名词后面看到主词动词，表示形啊，写错了。表示形容词出现的哦，形容前面的名词，所以是食物。什么样的食物呢？我们吃的一个食物。好，所以在做蜂蜜的同时之间，他们也会制造我们吃的食物哦。那 while 这个字它有很多种翻译方法啊。while 它有虽然的意思。啊，它在那边也有同时之间的哈，同时之间哦，那这边的中文翻译哈，指的是同时。那接下来哈，要来跟各位稍微补充一下 produce 这个单字哈。produce 这个字它是有字根字首的。那这个字根字首，我在想，其实应该已经讲过蛮多次的啦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字本身 ，produce 当动词来说叫做制造啊，没有问题啦哈。那这个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哈，当名词 produce 啊叫做农产品啊 ，produce 叫做农产品 ，produce 是制造 ，produce 叫做农产品。那这个字啊，如果我们利用字根字首把它拆开 ，pro 拆开 duce 这样子啊 ，produce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 pro， pro 这个字哈，它是就是你就想啊专业，那专业的人会怎么样？都会往前啊、会往前进的意思。好，那 duce 这个字哈，各位这个字根，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哈，就是它有带领的意思。你要带领一间公司往前进，你必须要不断的制造新产品出来，所以 produce 就是有制造。那我们来看一下 DUC 相关的啊、这一组字哈、有哪一些呢 ？DUC 我们来看到有 introduce 这个字哈、in 就是进来 ，introduce 把你带进来、要介绍一下、了解，然后来接下来还有下一个字。那要把你带进来，我要怎么样把你带进来？哈，这个稍微给你引诱一下哈，这个是给你一些诱因带你进来。下一个字叫做 reduce，re 这个单字不要忘记哈，它有再一次，它也有后退的一个意思，所以 re 好，各位记得哈，把你往后带。那把你往后带，你没有办法继续向前的。reduce 这个单字它有减少的意思。再下一个字叫做 seduce。S-E 各位这个字不要忘记、S-E 这个单字本身就是有 away 离开的意思媒体名嘴 away 这个单字它本身有离开的意思我把你带离开了
seduce 这个字叫做诱惑啊，懂吼？就是你没有专注在你应该要专注的事情上面，你被吸走了。好，来这边四个字，五个字，来跟各位稍微做一下复习一下。首先第一个字 produce、introduce、induce、reduce、seduce， OK， 总共有 1, 2, 3, 4, 5， 总共有五个。好来，那这五个我们立刻来做一下小小的一个测验哈。那我就随机抽三个，我们目前在第一轮测验，我们考三个，看各位有没有印象。第一个字叫做 reduce， 第二个字叫做 seduce。第三个字叫做 produce， 一格33分、哦、各位你可以试试看看自己、哦、能够考几分、哦、一格33分、啊哦、那你看自己能够考几分、哦、那当然各位你如果能够现场就把它记住的话就是最好。那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单字开始在大量的重复出现、哦、各位重复出现就是你单字能够进入长期记忆的一个好时机了。OK， 来，那接下来我们第一段告一个段落了、哦、我们接下来要换第二段，接下来是第二段的部分了，一样听力先听。As honeybees drink nectar from one flower, pollen sticks to their bodies and is then dropped off at the next flower. This process, called pollination, allows plants to reproduce. 好 ，OK， 来各位，那这个是第二段的一个部分哈。那第二段它这边就说到了哈 ，as 啊，随着啊，这个 honeybee 啊，就是蜜蜂。Drink 就是喝啦哈，那各位 nectar 这个字哈 ，nectar 这个单字它指的是花蜜的意思啊。随着这个蜜蜂喝花蜜哈，从一朵花喝 from one flower 就是从这一朵花喝的花蜜啊哈，不是花蜜啊，花蜜 pollen 这个单字的意思哈，就是花粉。那接下来下一个字哈，各位 stick。Stick 这个字是黏住的意思，那这个单字很快的跟各位讲一下 ，stick， S-T-I-C-K 这个单字 S-T-I-C-K， 这个字动词它有黏住、黏。那这个字各位你也可以当作名词叫做棍子，棍子会黏在你的屁股上。那这个单字它有形容词 ，sticky， sticky 各位知道就是很黏的。很黏的物，不是打错了，很黏的、哦、这样子、哦、很黏的 OK， 好，所以花粉、哦、会黏在哪里呢？ Sticks to、哦、会黏在他们的身体上。好，然后 is then 这个单字就是接着，接下来会怎么样、哦、drop off、哦、各位这个 drop 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掉、哦、就会掉落，掉落在哪里？在下一朵花就会掉落了。那这个 process 这个单字我们等一下补充啊。不过这个单字念法叫 process， 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过程啊。这个过程又叫做 pollination。那各位，什么叫做 pollination？ 哈、啊，这个就是授粉的意思。把那个花粉拿去别的地方哦，就是这一个过程又叫做授粉 ，OK， 可以啊、哦。允许啊，换画面哈、哦，允许 allow 这个字就是允许，允许怎么样？允许植物能够 reproduce 啊、哦、，reproduce 就是繁殖啊，哦、繁殖哦。各位你知道 produce 这个单字啊、哦，刚刚有讲过了哈、哦、，produce 这个单字是制造。对不对？这个字是制造 ，re 是 again、哦、再一次制造就是繁殖的意思。那这个过程、哦、这个 process 这个单字、哦、我这边这个威廉要这边要做一点小补充、哦、process 这个单字、啊、其实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啦、哦、说实在的，这个其实都有讲过了哈、哦，没关系、哦、你如果忘记就是再一次练习。那你如果有记得的话、哦、你也是仔细听、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什么非常好的机会？把这个单字放进你的长期记忆区，你就不会忘记这个单字的、哦、来，那 process 这个字名词、哦、这个它有过程的意思。那这个单字它也可以当作动词来使用，当动词叫做处理、哦、所以我们有一种食物、哦、叫做 processed food啊、那个叫做什么呢？加工食品 ，OK， 好 ，process food 加工食品的意思。好，那我们讲到 process， 接下来单字解说完毕、哦、我们要把那个字根字首把它拆开，一样，各位有看到 pro 后面又看到 ces， 对不对
process 啊，各位 PRO 不要忘记它有专业，专业的人要不断的向前进。CESS 各位 ，CESS 各位，这不要忘记啊，它有走的意思。那这个字你要怎么记哈？就是 CESS， 你会感觉好像是钱一样，像这个有没有？哎，很像钱啊，给你钱，你就会往前走了啊，对不对啊？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好，你有钱，别人给你钱，你得开始行，哎，哦，类似像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走哈。首先，第一种走叫做 access。那各位 access 这个单词不要忘记哈，我把 a 把它切开，各位不要忘记 a 都有去的意思 ，to。哦，所以去走，哎，啊，你在走路，你需要什么东西呢？Access 这个字名词，它有管道的意思啊，了解啊，它也有，它这个字也有啊，路径的意思，管道或者是路径哈，各位记得哈 ，access。下一个字哈，下一个字就常常见到的哈，叫 success，SU 哈，各位看得出来，这个 SU 就是有在底下啊，它是有 under 的意思哈。那什么意思呢？好，你。往前走，走不过去，那你就往下走。重点就是一直走，一直走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色就会成功。所谓成功，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你要一直走，哦，你走到一半放弃了，就是都没有用。下一个单字叫做 recession。recession 在多义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单字。那 RE 这个单字它是有 again 或者是它有后退。CESS 是走，往后走了，哦，recession 往后走，一个国家往后走，那发生什么事情，哦，各位你写一下，这个叫做经济的不景气，哦，了解哈。所以我们今天遇到四个字，哦，哪四个字呢？第一个字叫做 process, process, access, success, recession、哦，了解哈，来，总共四个单字，那一样，这四个单字，各位，我们来试试看，在你不看的情况下，又能够答对几个？我这边随机抽，好，各位，这边是第二轮，第二轮的单字测验，我们也是抽三个字哈，各位来记一下 ，recession 是什么意思呢？再来是 access 这个单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最后一个字叫做 process。又是什么意思呢？哦，各位，可以啊，就试试看，一样100分一格33分，哦，你自己看一下看能够拿几分，只是说你错了一个就变成67分了，哦，感觉有点悲惨了。OK， 好来，这个是第二段的一个部分了。好了，接下来是第三段的一个部分，好来，第三段一样听力先听。80% of all pollination worldwide. If they were to disappear,They would take around one-third of everything we eat with them. Some plants that are used to feed cows and chickens would be gone, which means that our beef, poultry, dairy, and egg supplies would be affected. This is why we eat with them. 来，各位来仔细听哦，各位来仔细听哦，来各位这边有没有看到？来，你仔细听怎么念的？ Some take around one-third of everything we eat with them. 有没有？Some plants that are used to feed cows and chickens would be gone, which means that our beef, poultry, dairy, and egg supplies would be affected. This is why people became concerned recently when... 哎，各位，我刚刚哈，哦，那个要按把它按暂停哦，这有点小那个啊，哦，这个我没有办法控制它。各位有没有听到？它不是念 with them 哈，哦，各位是 with them, with them 啊，哦，等哈，哦，这个 with them 哦，各位，它这个。这个念法，哦，它会这个这样子，哦，with them，啊，那因为这边是不是都有 th， 对不对？那这个 th 就不发音了，哦，所以叫 with them，哦，with them，哦，with them， OK， 好，所以，take around one third of everything we eat with them，哦，with them，哦，它会变成这样子念，啊，蛮有趣的，哦，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哦，这一段他说 honeybees，哦，这个小蜜蜂，蜜蜂会怎么样呢？会 perform，哦，perform 这个单字相当的有趣，哦，它有那个执行的意思，哦，那当然它有表演，哦，只是说它这边的意思指的是执行。那这个单字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做一下解释啦，哦，honeybees 会执行 roughly，哦，各位这个单字我们念一次来 roughly 这个单字是大约，会执行大约80%的授粉 worldwide 全世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 80%、哦，这个是一个相当相当高的一个数字，哦，表示全世界几乎都要看蜜蜂的脸色。OK，
If they were to were to 来这个特别跟各位讲一下哈，这个 were to 这个是假设语气其中的一种哈。各位你要知道，假设语气哈，假设语气有分有可能跟不可能。有可能就是如果明天下雨，我就不会去学校；明天会不会下雨，当然是有可能嘛。另外一种是不可能，不可能分成第一种叫做现在不可能。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去洗澡哈，举例了哈，这个是现在不可能。第二种叫做过去不可能啊，如果我当时会飞，我就会立刻飞到你身边。以前你会不会飞？以前当然不会，只是说现在当然也不会了哈。举个例子，如果我那时候认真读书，你有没有认真读书？没有。第三种叫做未来不可能。那各位知道未来不可能就是 were to 懂哈？这个是万一如果然后，就是。未来啊，如果蜜蜂未来消失的话，哦，当然中文翻译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一啦，哈，OK，哦，如果万一它们消失，可是它们消失了没有？还没有嘛，所以是未来不可能。那会不会发生？其实也几乎是不太会了哈，应该当然是希望最好是不要了哈。如果蜜蜂万一 disappear 这个单字是消失啊，they would 啊，这个蜜蜂会怎么样？蜜蜂 would 会怎么样？各位，你有看到这边是假设语气，假设语气哈，非常经典的一个句型。这个叫做一件事件，这一件事件发生了之后，这个第一个事件，第二个可能会怎么样？他们可能 they would take 是带走，take 这个字是带。他们可能会带走 around 这个单字叫做大约，带走大约 one third 这个叫做三分之一哈，one 是一，third 是这个第三哦，那这边它摆在后面指的就是三分之几，one third of everything we eat 我们 eat 就是带走三分之一的食物哈，with them 意思就是说哈，这个你要一起看哦，take with them 这两个字你要一起看就是。他们就一起带走了，就是说，他们如果消失，他们就会带什么东西走，带什么东西，我用另外一种颜色，带大约我们三分之一的食物走。好，了解，因为没有办法授粉哦，东西生不出来。其实会授粉的还有谁？各位知道吗？还有苍蝇。好，了解，苍蝇，你看那边飞来飞去哦，也会授粉。那其实有的时候小鸟也会授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养苍蝇哈？因为苍蝇哈，它的个性是比较懒惰。哦，了解哈，那蜜蜂它的执行效率非常的高，它很勤劳，好，它就是同一件指令，它会不断的一直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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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要授粉的话，当然是以蜜蜂哈是最好。那这边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perform 这个单字哈，来啊，我们来做一下单字的一个补充。perform 各位这个单字不要忘记哦，它有执行啊，它还有表，哎哦。它还有表演的意思啊，比如说像是 performance 这样子啊，这个字名词，这个字名词就是表演哦，了解啊。那接下来讲一下字根字首哈，perform 这个单字，如果说我把它拆开以后，你会发现 per 跟 form 两个字哈是拆开的。那 per 哦，per 哈，各位这个不要忘记啊，就是有每一个。那 form 这个字哈，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它是有表格这个字的字根呐，哈，这个字的字根它是有本身它是有形状的意思，哦，把每一个形状哈，把它做出来，哦，那就是执行，哦，就是或者是表演嘛，对不对？表演就是把每一个动作把它做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跟 form 有相关的一个单字啊。首先，当然就是这个字本身的哈。Form 这个字当名词有表格的意思，这个字它还有形成哦，你可以感觉它都是有个形状在那边然后 form 第一个字是 form，那下一个字就是 format 那 format 这个没有问题哈，这个就是有版式它还有那个这个当名词哈，那如果是当那个动词的话哈，这个有格式化的意思。就是把什么词典集格式化哦，了解哦，format。下一个字是 inform，
哦，进入那个形状里面哦 ，in 是进去哦，你被带到这个形状里面 ，inform 这个是有告知哦，了解哈、哦、，inform 啊，所以你就知道它的名词是什么。Information 嘛，哦，对不对 ？Information。那接下来下一个字哈，下一个字还有这个字哈，叫做 transform 啊。啊刚刚打错字啊 ，trans。各位 ，trans 这个单字啊，它有交换的意思。前面那个字，它有交换，交换形式啊。这个本来这个形式变成那一个形式，所以 transform 这个叫做变形，这样子啊。它就是有变形的意思。那还有哪一个字呢？这个字因为格式不太够，我打在这边了、哦。还有下一个字叫做 uniform， 这个字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就是制服 ，uni 啊，这个有单一的意思啊 ，uni 这个字有单一 ，form 是形状哦，单一的形状啊，大家都请斜杠哦，就是制服。来来，这边几个我们来跟各位复习一下哈、哦。来，首先第一个是 perform。Form, format, inform, information, transform, uniform、哦、所以这边有 1, 2, 3, 4, 5, 6, 7, 这边有七个，来吧，来这边七个，来立马哈，帮各位做一下复习一下、哦、这个顿点哈，各位记得哈，读书哈那个节奏要掌握好哈。来第三轮，来我们请问一下第一个字哈，来请各位想想看什么是 inform， 各位这边千万不要快转哦，各位核心美哈，加绝对麦快转、啊、各位你要清楚的知道。读书重要的是停顿，就是测验呐、啊。你要不断的考自己啊，那几年啊，你不要说一直狂、一直狂、一直狂，你就一直看、一直看，你都不复习，你的成绩不会出来啊。啊，成绩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读书效率不会出来。OK，inform、okay? 这边千万不要快转，你就乖乖的跟着我一起考考看。Transform， 来第三个来 ，format， 第四个 uniform， 最后一个 perform。好，来这边五个一个二十分。好，那这边你可以想想看啊，加几八分，看你能够拿几分啊？当然是能够拿一百是最好啦。OK， 这是第三轮。好了，接下来继续往底下看哈，他们会带走三分之一的食物哦，算是非常非常的多。Some 一些 plants 这个是植物哈 ，some plants 来，接下来后面要开始画线了啊。That are 啊，这个看到 that 就知道形容词子句哈就出现了。那开始画。画到第二个动词哈，来各位 ，R 是第一个动词，对不对？有没有看到 would 了？这是第二个动词，所以画到这边，我用这个荧光笔画的部分呢，就是画底线的这个部分。好、哦，形容词出现了，在形容植物，有一些植物，什么样的植物哈，用来 be used to 啊 ，be used to 这边指的是用来。这些植物什么样的植物呢？被用来 feed 这个字是喂、哦、各位不要忘记、哦、feed 这个字是喂、哦、那各位不要忘记这个 news feed。feed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哦、我们之前有学过、哦、顺便帮各位复习一下，它还有讯息串的意思、哦、各位不要忘记、哦、所以各位你在滑那个 Facebook。那 Facebook 那个就是 一连串的那个讯息串，那个就是 feed 哦，了解啊、哦。所以有一些植物，这些植物是用来喂 cows 是牛，喂牛跟鸡的食物，植物啦，植物 would be gone， gone 的就是不见啊、哦，对，没有。Which means 也就这个中文翻译就是，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说什么呢？我们的牛肉。Poultry、哦、各位 ，poultry 这个单字的意思、哦、就是那个家禽家畜啦、哦、各位你知道了、哦、poultry 刚才、哦、我把它打下来好了，因为家禽我不会写哈、哦欸这边就是 poultry、啊、家禽就是这个字啦哈，家禽、哦、poultry 啊 poultry 啊 dairy， 各位这不是日记哦哈，这个叫乳制品。我们的乳制品以及蛋的啊，鸡蛋啊 ，egg supply 是供应。哎，其实你说严不严重哈？非常严重，懂哈？我们这些肉类哈，通通都要吃植物，对不对？这些肉类的来源啊，通通都要吃植物啊。结果因为蜜蜂没办法授粉，导致这些植物没有办法成长哦。那大概是人类的噩梦哦，真的是极大的一个噩梦。Would be affected， affected 这个单字等一下要讲一下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叫做影响。affected 这个单字、啊、叫做影响、哦、了解哈。来，那 affect 这个单字来跟各位做一下讲解一下。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单字本身。affect 这个单字当作动词来说、啊、叫做影响的意思。OK，
哦，那这个单字它还有就我就讲影响就好了。然后下一个字我们稍微改一下，把它改成 affection 名词会影响什么呢？影响感情人类的感情affection 了解这是感情。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字根字首的一个拆解哈。affect 这个单词你会发现它是这样子拆拉远一点，各位不要忘记。A 开头就是有去的意思，A 开头有去，FEC，哎，各位不要忘记FEC 就是有做，它有 do 做的意思FEC，来吧，那去做你去做了什么事情，当然就会影响你的感情影响你的心情。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第一个字像是 perfect 各位不要忘记啊。per 叫做每一个，fec 叫做做你每一个都做了，那就是完美，完美，文明，为什么？OK，完美了哈，perfect 这个字叫做完美，下一个叫做 effect，你看这个记单字实在是好记很多了哈，effect 各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ef 各位不要忘记，就是有 out 的意思，出去有了解啊，出去。做出去了哈，effect 东西你做出去了，那就是产生效果了哈。你做了有什么东西跑出来哈，效果出来了。下一个字叫做 infect 打错字了哈，infect，FEC 是做进去了哈，东西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做病毒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做，那个字叫做考试相当重要的一个单字，叫做传染。Infect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最后一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字呢，就是 affect，OK 这样子了解所以我们今天 FEC 总共遇到了四组单字来，第一组单字就是 perfect，effect，effect，infect，infect，affect。这样子了解这边总共有四个。来，那我们立马来测试一下，OK？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的第四轮机器轮，第四轮来考各位四个单字。首先第一个，affect，来想一下，来什么是 affect？来，这个考试相当重要的一个单字，infect。第三个字叫做 perfect，OK？最后一个字叫做 effect，我说这样子，你这样子立刻被回起了，懂吗？你就是字根字首你要多记了来这边100分，来各位想想看自己拿几分，这个是我们第四轮的一个位置了哈。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底下看哈，我看一下这边不知道讲完了没有对了讲完了刚好这个鸡蛋的供给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是我们的第三段。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段的位置哈，来一样，这一段听力先听一下。This is why people became concerned recently when bees began to abandon their hives and disappear. Known as colony collapse disorder, CCD, this phenomenon has led to average losses of 45% of h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33.8% in the United Kingdom. 好，OK，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段了哈。那他就说哈，This is why，这就是 why 就是为什么哈，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们变得 concern 这个单字的意思指的是担心变得很担心哈，担心什么呢？担心 recently 是最近哈，最近变得很担心。当蜜蜂开始 abandon 这个字 abandon 它就是一个动词各位什么是 abandon 就是一个笨蛋那这个单字既然讲到就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好了哈 abandon 我跟各位讲一下 abandon 哦呦喂啊 abandon 就是 abandon 一个笨蛋 abandon 会干嘛呢就是放弃一个笨蛋，他就是会放弃了各位，放弃了就是等于什么都没有了哈。来，那 abandon 这个单字，它是由什么字组合起来的呢？它是由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可以哈。如果看到的话，a 这个字 a 开头，各位不要忘记，就是有 to 的意思就是有去。那 ban 这个单字它本身就是有禁止。
那 don 结尾，各位注意哦，一个东西啊，一个字的结尾哈，当然是告诉它的词性。可是等这个字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词性，没有办法，它纯粹是一个发音的一个声音而已啦哈。所以 abandon 这个单字是放弃、去、禁止你不要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ban 这个单字哈。ban 这个单字啊，它当动词哈，就是有那个禁止。啊，它还有啊禁啊，它还有那个禁令的意思啊，禁止禁令。那接下来下一个字 abandon 这个字刚刚讲过了啦哈，那下一个字就是有像这个字 control ban 哦，那这个单字更加重要，这个是一个新闻单字哈，这个是就是它有禁运的意思，比如说两个国家哈彼此之间禁运哦，它还有那个 control ban 哈，这个还有违禁品啊，了解哈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被禁着。通常两个国家，就是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哦，就开始讲嘛，哈，哎，我的这个东西不可以送到你那边，禁运的，哦，懂吗？比如说这个国家盛产，比如说以美国来说好了，它的高科技的那个能力非常好，那它今天跟哪个国家不好啊？美哈，啊，他就讲说好，那我这个东西我就不输出给你了啊，这个就是禁运啊，它有违禁品啊 ，control ban。那各位知道，在学校就是会有一些东西你是不能带的，那个就是违禁品。下一个字哈，叫做 banish。各位，什么是 banish 这个单字会变成动词哈？它就有驱逐啊，还有消除的意思啊，这样子啊，就是你就不能够做了。好，那这个字啊比较简单哦，就是才四个字啊，所以哪四个字呢？这四个字哈，第一个字叫做 abandon。ban control ban banish 好，那这个这边我就不再考各位了哈，应该是蛮简单的了哈。ban OK 啊，了解哈。来，那接着我们继续底下看啊，他说这个当这些蜜蜂哈开始放弃什么他们的 hives， 各位你知道就是蜂窝啦，哦，蜂就是蜜蜂的家哈，以及就消失了。known as 啊，这个 known as 这两个字你要知道哈，又叫做这种现象，又叫做 colony collapse disorder。colony 这个单字是殖民地。那这边你把它理解成殖民地，怪怪的啦哈，你就把它理解成家，蜜蜂的家。collapse 这个单字就是倒塌的塌。啊，有了哈，蜜蜂的家倒塌了。Disorder 这个字叫做疾病，哦，就是错乱的啦，蜜蜂的家错乱的，就是倒塌，哦，意思是说他们就不要自己的家了，明明自己的家好好的，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家，这个 CCD，哦，This phenomenon，哦，这个字是重要单字，这个字叫做现象的意思。这个现象，哦，来切换画面哈，这个现象 has led， 这个有完成式，哦，中文翻译就是已经，哦，led to 就是导致，哎，写错字了。这个现象导致了什么？啊，它原型就是 lead to， 啊，了解啊，哦，导致了 average 这个单字会了哈，哦。average 这个单字叫做平均。各位，你如果单字有不知道，你不要忘记啊，哦，上面给个编号。各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比如说这个单字你不知道，记得给它一个编号哈，哦，给它一个编号一哈，哦。各位看过来的，好，哦，这个单字的累积哈，哦，需要你花一点力气，花一点精神。啊，相信我哈，这个你只要上课认真上，回家再稍微看一下，你会有报酬的。OK， 啊，就是导致的平均 losses， 这个叫做损失，平均损失这个现象大概损失了多少？45%的那个蜂窝，哎，欸，你说多不多？快要一半了啦，哈，算很多了啊。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45%的蜂窝不见了，然后在英国33.8%的一个蜂窝。也不见了，相当的可怕。来，这个是我们的第几段呢？这个是我们的第四段。好了，那这个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我这一段就是最后一段的了，这个是第五段的一个部分。来，一样听力先听一下。Researchers have pointed to various causes of CCD, including climate factors and malnutrition. However, the top threats are pesticides, especially a class known as neonicotinoids.Neonicotinoid 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那他说这个研究家哈 have pointed out 啊，各位你有看到完成式了哈？那看到完成式，中文翻译是已经，好，这个是完成式。那这个片语叫做 point to， 就是指出。
科学家研究家哈、哦、已经指出 various 啊 ，various 这个单字的意思啊，我先把它音节切开哈、哦。various 就是各式各种的，已经指出了各种的啊，这个单字等一下会补充了哈、哦。各种的 causes 这个单字叫做原因、成因。哦、指出各种的 CCD 的一个原因。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various 这个单字、哦、有什么好讲的呢、various 这个单字当然有啦、哦、OK、等我一下哈。various 这个单字当形容词、哦、就是各式各样的、哦、就是有很多的意思。哦、那各位你要知道、哦、这个单字它是这样子切的、哦、VAR 本身就是有多的意思。OUS 结尾就是形容词结尾，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变化型。第一个变化型叫 variation 名词，名词就是变化，非常的简单，它还有那个变种的意思，就是不一样啦，反正就是你就记得不一样。那下一个单字叫做 variable 各位看得出来，这个也是名词，那这讲错了，形容词。那这个形容词 variable 它有多变的、哦、就是一直它变化很多。最后一个、哦、是它的一个名词概念、哦、叫 variety。variety 名词的意思叫做种类。哦、所以这几种、哦、various, variation, variable, variety、哦。总共这四种、哦、就是反正就是很多的意思啦、哦。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说有各式各样的成因、哦、,CCD 的成因包含了什么呢？Climate 这个字是气候 ，factor 这个字是因素，包含了气候的因素以及 oil 为极度重要单字哈，这个单字是 malnutrition。malnutrition 哈，各位这个单字要会念。那 nutrition 这个单字的意思叫做营养，营养 mal 就是bad。营养不良了、啊、没有营养、啊、malnutrition、啊、各位的这个单词我们念一次吧 malnutrition 营养不良 however、啊、转折语气出现然而 the top threat、啊、顶级的 threat 是威胁最大的一个威胁是 pesticide、啊、pesticide 就是杀虫剂那这个单词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补充 especially a class 这个单词是种类这种杀虫剂最杀伤力最大的就是什么种类？叫做 neonicotinoid。好了，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pesticide 这个单字其实这个单字之前有跟各位讲过，你如果能够立马想出来其他的单字那算是蛮厉害的 pesticide 各位来是这个样子猜 pest 这样子以及 CIDE。好，各位、哦Pest 这个字叫做害虫的意思、哦、各位不是宠物哦，宠物是 pet。好，那 CIDE 这个单字叫做杀，杀掉害虫 ，pesticide 啊、哦，这个单字叫做杀虫剂，哎，非常的简单了、啊、哈、哦，杀虫剂。那我们来看一下，还可以杀谁哈？杀谁？好奇怪啊、哦。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杀谁哈，来这个字啊，赛就是有杀啦哈，各位。那下一个是 suicide 这个叫做自杀哦，了解哈。那还有 ecocide 是生态哦，环境 eco 生态有环境 ecocide 哦，这是杀掉环境，那个叫做生态浩劫。OK ecocide。那还有一个单字，这个单字是新闻单字哦 genocide 叫做种族。屠杀、哦、genocide、哦、那还有最后一个字是 pesticide、哦、所以总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总共这四个 side、哦、pesticide suicide ecocide genocide、哦、这几种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底下看、哦哎啊、刚好我们这一段就不用继续往底下看了我们那个就到这边结束了、哦